来一点点，拉太长不好。好，这个。看这个很快。拉长，不可以太长。这个字啊，乖乖，可以。会封的。中共，然后把它写了，这个它是一个歪。这个、啊、可以有选择，如果 你要的话，你可以写把这个乙啊写出小点的是中点，哦，均，这个很阔的，这个均可以写边。看它起笔细密，你要很注意它，哦，它是怎么样的？哦，实实，但是这个，看到这个吗？嗯。哦。嗯。何处是吧？是。何处？处啊，清。你看，我把它写大，看到吗？嗯嗯。写这个。照着这样都没问题。好。就是稍微把那个上面那个东西打进去。嗯。金啊，你看这个刚好一样啊，这个山啊，哇，就是蓝色的，刚刚好是吧？刚好可以嘛，因为两个一样嘛。嗯。哦，是，这些写下去啊，那是真的是，那叫幸运了、啊，刚好碰到。哦，是叶，你看这个，哇，他是先走这个，然后这个，哦，那没关系啊，往这边
走降了，然后上去，然后下来。这边我要搞，因为我这个太低了哈。嗯。中。哦，两个在一起，没有看到。哦，你说。嗯。三条。本来应该这边，因为我没看到。哦。这个可以谁懂？先等，那边这边。才重，对不对？我拉的时候我才看到，太迟了。写重。嗯，不需要太长，太迟了。我这个题目太长。我刚才写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错呢，两个一撇一样的，所以我写这个我要改。你看我题库很好吗？对，我也写了，才OK。